是星星，我是月亮，我是天空绽放的一束光芒。我是花朵，我是太阳，我是准备飞翔的一双翅膀。这里为我起飞的地方，老师像妈妈一样美丽善良，伴我起舞，陪我歌唱，让我变成我期待的模样。我喜欢棉花糖堆成的宝藏，也喜欢用画笔画出期待的梦想。同志们陪我一起长大，这里是我的家，也是梦想开始的地方。我喜欢天空般自由的课堂，也要聪明勇敢做自己，精彩翱翔。在这里我会茁壮的成长。